大家好，我是 Hedy， 今天就是9月1号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同我一样踏入自己的生日月，特别开心兴奋的。所以今天我就安排了一些行程给自己好好放假日。其实每一日，特别是夜晚，我用的 skincare 都不是太一样的，因为一来很多东西要试，二来我自己又三心两意，每一日的皮肤状态都好像有少少不同，所以我经常性都会想大家有没有兴趣想我拍一条纪录片，一个礼拜夜晚用的 skincare 完全不会有广告成分的，真的会自己根据想要什么而用什么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留言告诉我，我就会开几拍的了。这排我就用 Serenia 他们的一个蓝铜精华，我觉得质地是非常非常之水，日头用是很容易吸收到的。用开 Serenia 的产品呢，都会知道他们所有东西都有一阵很舒服、很解压、很治愈的味道，所以早上用的时候整个人的心情就会特别好的了。早几天收到 Caudalie 紧致系列的眼霜，我觉得它的质地真的超好，它是介乎于 gel 和 cream 状中间，非常之容易推，所以日头夜晚用都没问题的，它不会说很黏粒、很油腻。但是因为我用了三四日左右，就那些收紧眼袋、提升、淡眼纹的功效呢，我就暂时未睇到啦。我粒疮疮呢其实已经平咗㗎啦，咁但係佢仲有个印，所以我继续用呢个 North Expert 呢，佢係如果损咗呢有少少喇喇地嘅，咁但係而家已经冇损呢，就係凉浸浸嘅感觉。最后呢就係、要擦 cream 啦，呢一排呢最近真係开始乾燥，我都是要加返啲 cream 呢喺我嘅日间 routine 里面。咁我今日用嘅呢就会係 Irita 佢哋嘅 B5 水润修护精华乳。佢係半流质嘅状态啦，又係非常之好推嘅。咁同埋呢嗰、那个薄嘅质地呢，我觉得而家戴口罩用呢真係好啱。佢係有滋润度得嚟呢，唔会焗住啲皮肤。咁所以呢日头嚟讲我係好鍾意呢个乳液嘅。三两下已经吸收了，那现在就擦埋防晒。最近经常性会选择的防晒是这三支，有 Serenia 的一日茶道，跟着 Starry Tail 的粉红色，这两支都是 SPF 30的，然后如果需要 SPF 50就会用加丹尼尔的这一款。另外那两只都上过面给大家看，所以今天我就试下用 Serenia 的一日茶道，它是一个肤色防晒，但是非常之滑的质地来的，是不是好像很白一样，一推开它就没事了。大家看到我整面这样化了之后，其实精神上的气色上已经好了很多了。如果你不是有这些大黑眼圈，有很多的瑕疵要遮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出街是挺好的，特别如果你不是好像我这么黑、这么健康肤色的人，那就更加没问题了。搞定，我算是准备好了，因为呢一阵间其实我要去整头发的，所以呢我就不想夹啦，不想搞啦，求其扎咗一条辫啦，然后呢一定要穿黑色衫，因为会染发呢，穿其他颜色我都很怕染到啊。咁而家个头呢，我是想了好久究竟戴呢个渔夫帽好啊，但不知为什么好像怪怪地咁样，或者是黑色呢我又会全身都是黑色呢，又好沉喎，定是我不戴好呢？等我阵间谂下先出门口啦，然后咧就系、我嘅水晶鳄嘅啫。我嘅新宠儿就系呢条紫辉里同埋薰衣草紫晶，同埋戴翻我嘅金钛晶。好啦，已经比我想象中迟咗好多啦，我要执埋个袋就出门口啦。呢一个提子包就系我嘅午餐啦，因为我食爆咗今日嘅时间咧，所以系冇午餐时间噶。第一站就是要去一间餐厅那里 book 位，不是打电话，因为这间餐厅呢之前我已经听讲过是打不通的了电话。但是因为我男朋友很想吃，他是每个月的一号 book 下一个月的位的，即是现在9月1号就是 book 10月，他生日我就想着 book 这个生日饭给他，是不是很 sweet 啊？还有呢这间餐厅是
呢排有人拍片講過咧，應該就超爆。咁所以咧，佢12點開啦，而家12:03未夠咧，我就嚟到中環呢度，諗住幫佢 book 餐廳啦。一陣間咧，我就 book 咗1點去做 massage 啦。咁跟住之後就約咗我表妹，佢都係9月生日嘅。咁所以就諗住一齊去整頭髮啦，用一個靚靚嘅髮色去迎接我哋嘅生日。我成功 book 到啦！我男朋友的生日饭就有着落啦。好啦，咁而家下一站咧，我未睇电话而家几多点啊？咁我碌落铜锣湾度做 massage 先。哇，好攰啊！最近压力又好大啦，所以今朝嗱临 book 咗呢个嘅 massage， 竟然又 book 得到咧。今日系我嘅 lucky day 啊！生日月真系果然唔同啲噶。我经过呢度中环街市咧，发现呢个位好适合打卡啊！但系我都自己一个人，仲要着到咁，打咩卡啊？我而家咧去铜锣湾啊嘛，最好嘅交通方法系咩啊？就梗系叮过去啦！咁所以咧，我而家就去搵呢个叮叮站啦！真系好靓啊！佢系以前嗰啲街市咧照鸡蛋嘅灯啊！大家有冇试过啊？我知道大家都好有興趣噶啦，呢一間我做咗好多年係全自費嘅，我可以講咧佢哋係 sell 嘅，所以如果你係耳仔遠啦、心遠朋友咧，就未必適合啦。每一次咧我話買10 part 咧，佢哋都會要我買20 part 嘅，咁但係我係企得好硬，10 part 就係10 part 咁樣買啦。好啦，我而家已經按完啦，超舒服、超 relax 啦。咁但係頭先我問咗唔俾拍，咁所以咧我又冇著衫，都唔係太方便啦。我中意。这里是他们真的泰国师傅，但是缺点呢就是他们会 sell 的，可能中间会问一下你有没有做开 facial 啊，你有没有做其他的 body treatment 啊，这样我不理他就没事了。现在的时间呢就是2点，我表妹就出紧嚟啦，咁所以我就可以去揾佢啦。然后我着翻件衫先，我哋一阵再见啦。好感动啊！我表妹带咗个蛋糕俾我食啊，佢知道我肚饿啦，定我哋而家咧就等紧 Anson 过嚟整头发，系啦，我表妹俾大家望下佢个下半身啦。Hello， 太开心啦 ！Anson 又帮我哋转翻入房咧，劲舒服，可以放飞自我。作为一个 YouTuber 剪头发，我梗系要加埋剪片啦。唉，今个礼拜劲多片，所以咧我嘅休息日咧都唔系真系咁休息噶啦。好担心啊！佢哋话个头会变绿色啊，惊啊！我最灰和手，冇咁易嘅呢个，3秒可以帮你搞掂，我哋一下剪咗就搞掂。剪完啦，好靓啊！呢只颜色，因为头先咪讲青色，我好惊嘅，跟住但系而家咧呢个颜色系我会中意嘅色咯，佢唔系嗰啲好浮夸嘅颜色。就是全靠 Anson 同埋頭先嘅 Fanny， 係啦，我哋下一步去食飯，同埋咧去攞好多生日嘅 sample。你知啦，生日月各大嘅品牌，即係你係會員咧，都會 send 好多嘢俾你，有好多優惠噶嘛。今日一次過去攞曬，講啲好白痴嘅嘢俾大家聽啦。有一日我上網見到嬌蘭有一登記去佢哋嘅 pop up store， 50位咧係有多40ml嘅精華水噶。咁我就即刻校鬧鐘12:準時登記啦。點知去到嘅時候咧，原來唔係登記50位，係要去個 pop up store 嘅50位。所以咧，我玩完咁多個 game 之後咧，都係得少少 sample 啫。最后我同表妹两个9月生日嘅宝宝游走各大专门店，攞晒啲会员优惠同埋生日礼物之后咧，就去咗食一个好简单嘅车仔面晚餐，完结今日啦。系咪有狗仔要落街街啊？落街街好唔好啊？我哋落街街跑步步好唔好啊？你做咩黐住线啊？你傻咗啊？落街街啦，行啦！行啦，行得未？
放埋狗之后咧，我就要翻屋企继续剪片啦。呢一个就系我嘅放假一日 vlog 啦，希望大家都会中意睇啦。如果中意嘅话咧，记得俾个 like 啊 ，subscribe 个 channel。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间昼三点同埋星期日间昼十二点。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有蜗牛啊！喂，唔准啊！喂喂喂，你真踩到佢啦！哎呀，你睇佢缩咗落去啦！